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一列克里普多。如果你是订阅者，我会要求你点击那个按钮。如果你不是，我会要求你点击订阅底部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只是想确保这篇评论不是给你独自的特别建议。我们所以自我的知识介绍最近加入时尚的项目，所以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们正在评论一种叫做 Luto Cash。 第一个是他们的网站是 Luto 的 XYZ、所以我们要讨论的最重要的一定是你首先需要知道的是，第一个是 Luto Cash 代币不有必有tokenoi 指示，该公司保护独自这面说的将是欺诈和诈骗。tokenoi 只介绍那些准备好网站，其团队 KWS 的项目并同意移交代币，因为 tokenoi 管理所有分发上市。第二个是没有 DIF 情报，这意味着团队不会有任何领牌，没有任何机会变得强固。tokenoi 拥有这一切。tokenoi 团队已通过 tokenoi 验证合约审核，正在进行中。现在我们看看他们的网站，这是多不市值的 Luto 代币，所以用于赌博、赌上力度、输算关系、已经赌赌、加密专家和赌资者的去中心化数值执行。我们可以看他们的白皮书，这里那本白皮书中有很多东西，如果你需要更多信息可以自行查看。和现在我们认识是什么 Luto Token。Luto Cash 代币是乐对和赌上实质未来的代币，它建立在币安联区块链之上。代币是一种以真实赌博代币，它将通过透明可证明公平且广泛使用的知识来促进的种形式的赌博。拥有记住和任何不同的机会，然后那要第三个要 Luto 代币可用做了投和门户网站的默认付款方式，存款取款将是快速廉价且可追踪的，在线赌上可以为其客户提供可以使用 Luto 网的优势，所以他们的目标是进去快链与赌博结合在一起的使命。 Luto 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一体化的数据资产，并提供从赌博到爆炸的广泛富有在向赌场发展的监管。在向赌博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法定货币缺乏透明度。所以呢，有他们的Luto 上为不采实质的代币。美国
意见会两万，介入类为先软创、次创业文化、根包发展、次公民和一起已经能够享受到许多经济的数字公共服务。有第二个是50亿美元到2022年排出实际529百万现在合作伙伴，有5到2022年不才实际的油气排名，二倍更快的交易速度，所以这他们的二倍更快的交易速度。然后呢，只有这些机会以最大的上榜独自路斗，路斗成为不在世界的代币。现在我们看看这是什么？将到的里程碑，2021年9月由平台发布，2021年9月由 CoinMarketCap 上市，2021年11月交易所上市，然后呢，2021年1月合并高新。2021年9月，CoinGecko 上市。2021年10月，代币营销。2021年12月，独山平台启动。然后呢，这是他们的，不是他们的，有很多网站，你们可以看看这个路透。所以路透尚未不采实质的代币，美国已将互联网介入列为一项人权预算规划，防不防发展 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他们的百分之有有是百分之私人小说会合，然后呢有40%有数会合，40% pancake swap 上市，10% CX 上市，然后呢有数轮代币销售先行开始，2021年9月。22日，星期三晚上，印定BNB 400，然后呢要软木 BNB 200，所以代币是卢豆，然后汇了是一 BNB 是3000的卢豆，然后你们认识这个在Binance Smart Chain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看他们的 Telegram，他们有1175人在他们的 Telegram，然后所以伙伴们，我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希望下次见到你，别忘了关注他们的电报和 Twitter，还有我们的，希望你喜欢这个评论。糟糕，好自己。